本节目由脚尖流口水独家赞助播出。宅在家里面，每天花最多时间、最多精力的一件事情就是吃吃吃哈。为了吃的不同，吃出花样，吃出新高度，哎，老板娘每天下午都要给我们煮点下午茶。提了个要求，希望他租一个我小时候到现在一直都喜欢吃的，重庆这边喊的是锅盔，我不晓得你们那边喊的是啥子哈。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嘿嘿，要让那个面粉有劲道，是弄个的哈。哎呀，加油加油！看一下看一下，怎么样子了？让我看一下。嗯，再来一下嘛。抓面抓得太不专业了。我手昨天受伤了，要不然我来了。哎呀，全身痛。还是应该买一个做馒头的机器。哎呀。接下来洗面。这里好不好？好。摸一下地板润滑不？那会儿20分钟以后我们就回来洗面了，我再去办会儿工，哈哈回来。好，我面已经发好了，我们的面看一下呀。我感觉没什么变化呀。是没的变化哈，它本来应该有啥子变化吗？它应该硬一点，这个好软啊。肯定是面和得不够。哎，哪个办呢？将就吧。将就，好，要得。你现在是要把它开始包芯儿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大概。对。好。一点都不粘，你看。嗯，因为有油的嘛。对呀，六个吧。我觉得你擀面的时候感觉没得底气，你觉不觉得？真的没有，这个比例完全不对，就等于是个新的东西了。老板娘放错油了，她放了70K 油，其实人家说的是10K 油。但我拿了一半出来，就等于只放了35克油。你中间还要开个口，把这个东西再装进去，是不是那个意思哦？包得进去，啷个包啊？哪来这么多问题？我是为电视期间的铁丝问你，他们也想晓得这个哪个住嘛。虽然说你这个住起很失败呀。对，能不能找一个我擅长的，就是做一点那种优秀。你擅长哪样嘛？蛋糕嘛，蛋糕好一点，这个真的好不好吗？那明天做蛋糕嘛，我们每日都录一个，哎，值不值得吃？还要加蜂蜜啊？这个想起来是有点挖的哦，多刷一点嘛。蜂蜜放多了掉下去会烤焦，焦了就很难，就很大不足的味道。哦，我想看一下。想看一下可以。好，你想吃吗？蛋糕和馒头你更喜欢哪一样？馒头。我好绝望呀。哦，蛋糕。喜欢馒头，喜欢啥子都是啥子，儿子不用为哪个改变。对，你不用。你喜欢馒头就馒头。你喜欢馒头，妈妈就学馒头。我觉得妈妈累了，太累了，我就说蛋糕。你觉得妈妈太累了呀？撒点白的，撒不撒黑的？要。哦，都要有。食物好不好吃，我控制不了。好看。但是必须要好看哈。对，好看必须要好看的。好不好看不重要，我要把它弄得味道好，哎。我们现在家庭版的值不值得吃，每天会更新一个我们的助力菜哈。今天更新的都是有好好看，因为是老板娘做；明天更新都是有好好吃，因为是我做。我毕竟找了你，我也不是一个只讲外表的人了。毕竟找了你，说话不要人身攻击。哦，刷蜂蜜除了为了好看以外哈，它可以把芝麻固定在上面，它没有蜂蜜的地方粘不稳的。哇，还是很有卖相，现在看起。哇，这个看起应该有点霸道哦。我先试7分钟吧。7分钟试一下啊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哇，太棒了！给大家看一下掰开的感觉哈。哇，你看，
这里面的糖，那个真的棒到啊！啊，不要吃真棒啊！好，最喜欢吃那些粑粑了。太甜了哈！那个瓜子刮了个糖吃嘛，一下啊！听到声音没得？嗯，是。来来来，哇！你看那个糖，你看那个糖，啊啊！我吃一块呀、我吃一块呀、我想吃一块。那个是芝麻。我不喜欢吃。芝麻吃了好点嘞，以后你的头发都靠芝麻了，我跟你讲。大家中午好哈，现在又开始我们的家庭版的值不值得吃。然后今天我会搞一个那个红烧牛肉。因为有小老板不放辣椒的红烧牛肉哈，那个搞之前直播的时候已经直播过了，今天我们录个 PPT 哈，那个牛肉才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就有点肥，看到没？因为这个吃出来才软糯才舒服哈。如果全是瘦的，其实不好吃。现在我们把它加点水解解冻哈，因为已经穿过水了，就不用再穿水了哈。哈，那我们自己可以直接烧起来哈，搞起来。锅里要给一点点底油，因为我们的牛肉比较肥，看哈，有点肥。所以不要给多了哈，把牛肉下锅，姜蒜下去一起爆。这个时候不要着急，中小火把油爆出来啊，爆香。如果是瘦一点的牛肉的话，就稍微可以给多一点的油啊，也要这么炒一炒哈。待会儿我们会依次的加入一些香料。你看现在的颜色有一点微微的焦黄了，外面是不是颜色油也多起来了，这个时候慢慢的放入我们的调料，来几颗花椒，用红的哈，烧肉这些最好用红花椒哈，炒菜呀、做鱼这些用青花椒香味会更浓哈，香叶来两片，桂皮来一个，酸奶来一颗就好哈，八角也来一颗就好哈。老板娘不太喜欢吃香料太重的，所以我会稍微清淡一点。本来应该加点冰糖，有点回甜，但是好像家里边的冰糖用完了，所以我们来点白糖也是一样的哈。把香料的味道尽量的把它炒出来，颜色已经有点漂亮了哦。料酒喷一点。红烧汁可以来一点，然后加一点这个黄豆酱，增加它的底味和它的酱香味哈。你看颜色就起来了，但是不会太深，因为我不太喜欢用老抽，所以我不准备用老抽来上色哈。然后这个时候再给一点点的薄盐生抽，为啥只要给薄盐呢？因为我想节约点。这个时候我们加一点点的水，没到牛肉的一半就好。那因为要吃软糯一点，加这点水更主要的是让这些味道充分的煮到这个牛肉里面。收一点水以后，我会用高压锅压半个小时。现在的颜色更加更加的漂亮哈，这个香料已经烧出味了，我们就不要了哈，把它夹出来，久了以后会有点回苦哈，大家多留点汤汁，哈哈压出来可以淋在饭上面，哇，棒棒的呀。开火，开大火，等那个高压锅出的时候，转中小火压30分钟。大家看一下，卤肉饭，我舀点汤汁，我要。对对对。要舀点汤汁。对，哇。可以了吧？嗯，可以了。再要一坨肉吧。对。给它一坨肥一点的。蒸点素菜，对头。
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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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可以了哈，好吃的样子。马上要流口水了，我本来就是脚就流口水，本来就要流口水的嘛。爽不爽？我来，我来，那我吃喽。嗯。来，怎么样啊？好吃。嗯，好吃应该说什么？浓烈绵长。嗯。嗯。好吃。哇，太爽了吧这个绿豆。嗯，好吃。我也觉得好吃。今天又吃啥子？今天我们吃凉拌鲫鱼哈，老板娘最喜欢的是不是？对。鱼已经洗好了哈，肚皮那些要清理干净，腥味就会减小哈。我们先把鱼去点腥，倒点料酒哈，去点腥，还要整点盐巴哈，让它有点点底味儿，整点生姜片片儿和姜，都把它码一下。来。你看那个鲫鱼不晓得吃的啥子，那个大一条扣在边边备用。其实凉拌鲫鱼最重要的啥子是佐料，我们来先准备一点。准备啥佐料啊？放点干海椒，放点干花椒，青的哈，青的，因为这种青的煮鱼的话有一种清新脱俗的嘛，哎，它会很香啊。青花椒烫干以后把它中成面面。好，然后现在鱼基本上码了一点时间以后哈，基本上差不多了，先把它蒸起来哈。鱼都不用改刀，蒸鱼是最方便的。如果你要吃辣的，你就把调料弄辣就行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又健康又方便。好，来帮我烤一下。鱼要蒸15分钟，这十五分钟你就可以把调料准备好。对头，你看这个颜色是不是变黑了？也不要太浮哈。太浮了它会有点点回谱也不好，老板娘的咖啡杯都退休了。哇，好香哦，香死个人。这个海椒它给底味给的比较足，小米辣是给清香的辣的哈，两种辣椒混在一起，那个凉拌鲫鱼才会真的香。小米辣、韭菜、葱，葱，对对对对对，姜少一点点，因为老板娘吃姜吃的不凶。蒜哈，现在我们要把那一坨全部把它切出来。老板娘准备了那种神器，所以姜蒜就比较轻松了。这个真的不错，我买了一个电动的，那个电动的好难洗，这个好方便的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久了你就会发现好洗就是最厉害的。这个小米辣要切点火腿再放进去啊，不然打不烂哈。开心啊，这么多辣椒。这个比自己拿菜刀多了呀。哇塞，看好漂亮。嗯，香。15分钟啊，接下来我们要处理葱花。葱花好了，进去韭菜够了的话我们就不要这么多。好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和一和。看一下，哇塞，白糖，回甜一定要给哈，这个东西就回甜一定要给，而且可以多给一点。我们现在烧油，把它烧热，油温可以高一点。本来如果煎油辣子海椒的话不用那个高的油温，因为里面有葱花油、韭菜，油温可以稍稍高一点，有小米辣哈，更能够让这些香味出来哈。对，不用陪我。哇，好香，很漂亮。嗯，漂亮了噻。好，
现在我们来调味哈，酱油。现在打开。酱油一定要用生抽哈，刚才的油激发了它的香味，然后我们再给点麻油哈，白胡椒要来一点哈。白胡椒。嗯。咱们小片儿，它还是鱼一蒸出来，轻轻地淋上去。老板娘买了四条鱼，所以还有一条鱼要给小老板搞点鱼汤。知道。鱼汤很关键的是，一定要过，两面要煎一下，然后再熬哈才好。这个鱼有点大，多煎一下，没关系。这个姜片有点煎的有点黑了，就不要它，加水。我们加个两碗半的水，然后可以来点胡椒哈，去腥。注意，那个是关键哈，大火一定是大火哈，大火涨了以后，滚了以后，还是大火继续。10到15分钟，看这边的鱼汤哈，看看好漂亮的白，是不是？现在转这个火，这种火，看哈，这种火，现在就是把鱼汤里面的东西熬出来哈。但是一定要注意时间哦，5到10分钟就 OK 了。看你的水，你的汤，你想喝多一点，喝少一点，根据自我调节。但是前面一定要大火冲，把它冲白以后再来熬，这样的鱼汤才漂亮哈。而且前面要稍微煎。两面要煎一下哈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把鱼拿出来，老板娘帮个忙哈，把鱼拿出来。嗯，先上锅一下。好，这边放一条。好，你看稍微火过了一点点哈，我们两个搞的。不，那个是蒸鱼模式，人家调好了的。那这个过了呀，可能没得弄个金针，是不是？他又要给他的中国好邻居一个送一条气哈。接下来就是要佐料了哈。对对对。其实如果是可以有条件的话哈，咬上去再用保鲜膜封上，放冰箱放一会儿，或者就等它冷一会儿再吃是更好的。谁忍得住呀，我不行的。还要等。老板娘已经遭不住了，哎，她要先开始了。哎呀，就是看起来都很好吃的样子，鸡腿鱼肉，嗯，好好吃哦，不得，嗯，不得，棒，什么都不差，麻辣无盐，有点辣哈，差点酒哈，再倒一点，好，拿点酒来，你喝啥子？喝这个驴司令吗？好吗？那就喝驴司令嘛。哎，你看，这是想什么就有什么，真好哎！先把这个喝了，再喝。先把这个喝了噻。嗯，我要浇头下。嗯，糟了，你的鱼已经遭吃了，啷个糟啊？就倒酒喽。那你慢慢吃，我煮饭去了。嗯，辛苦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哈我们的鱼汤哈。看，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对吧，不可以把水烧干，但是可以把鱼里面更丰富的那些味道熬在汤里边啊。因为我们只加了胡椒，最后撒一点点的毛毛盐调味，这个鱼汤给小朋友非常棒。今天的凉拌鲫鱼味道真的棒得很啊，那个鱼汤好不好喝？好喝。好喝啊。对头。所以非常时期找不到事主，我们都找点事情来做，哎，多做几样吃的。教程已经给大家了哈，接下来大家在家里按照这个做一做，看看是不是真香哦。嘿嘿嘿嘿嘿。最后我们就希望疫情早点过去，恢复正常生活。今天的 BBT 都弄个了，给大家做个拜拜。 Test way, Bunny try before you buy. Hey, 你吃这个，这个。为啥子？我是按照头发来分贝芝麻的。
这个适合你。这些是我们吃的，这是他的。你过分了哦。头发分贝的，你过分了哦！我有这么多头发吗？嗯。在疫情期间，每天晚上8点到10点，我就和老板娘在这里，哎，和我们的铁丝聊天。现在大家的名字已经在 BBT 里面出现了，接下来，准备打四个字：老板最帅，开始。晚上，老板最丑，啷个的？啷个乱打呀？那是哪个？他们现在都不啷个看我，都喜欢看老板娘。哎，老板娘现在已经成为主播了，我现在是助理。助理，你们晓不晓得？提醒大家哟，是拿不出手的。是 B 站的直播哟，不是我们官方号，是我的私人号喽。哎，反正收 TSV Boss 嘛 ，TSV Boss， 我不晓得我房间号是好多哈，我不晓得我房间号是好多。